这张感觉是高版本哦。哎，出来了，这什么？这是支援者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宅子醉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这个乐园腾龙的日本版啊，日文版。然后中文版我还没有拿到，所以先开一下这日文的。它应该已经发售一个多星期了，现在才开，有点晚，没关系。我们就直接来把它开起来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就开箱 ，Go。OK， 我们马上来开始开箱。乐园腾龙，名字有一点难念。这次里面最贵的应该就是那个刘喜亚 ，SAR 或 SR 的应该都不错。这个角色之前在别蛋的时候就蛮贵的。来，日版全新，撕个封膜。哇，好像这次每一次都有开日版的哦。之前的那个新金奇蹟，还有忘记哪一弹也都有。来。那我们就直接开起来，第一包，非常期待我们的高版本。哎，破空焰，哎，哦，没有。哦。帕路奇亚，感觉日版的我们可以一次多开几包。我看那个别人都一次开15包，然后一张一张看，感觉也不错。那我们进度慢一点。哎，我看好像瞄到高版本哎，各位，这张感觉是高版本哦。哎，出来了，这什么？这是支援者吗？但是感觉好像不是什么好的东西哦。一阶进化了。哦，这是这个什么铝钢桥龙哦，还是什么鬼的？它的 SAR， 哎 ，SAR 哎，其实也不错，不差了。但这样就不可能再开到刘奇亚的 SAR 了。高版本怎么那么快就出？剩下不就没什么好看的了吗？来，哦，这个忘记叫什么了。哎，这个是沙漠蜻蜓吗？钛金版没有。这是新的，好像对环境没有太多的影响，大部分主流都还是魔灵喷啊。之后台版出了我也会开箱搭的。哎，开到这张了，刘奇亚，超可爱的，可惜没有它的全图版本。哎，哦，这个是它的原始版，这个是高版本。来，再四包。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考虑这种四包四包开，就蛮快的。哎 ，AR， 哦，好可爱哦！这张的色彩蛮丰富的哦。
应该还有两张 AR 才对。再来，哦，这叫什么？吼叫精吗？哎 ，Aspect 卡出了，这是那个什么能量传输破，可以抓好像不同属性的能量各一个。哎，应该还有一张 AR 才对啊！来，各位，最后五包，一次开完。蛮多新的，哦，这次的卡好像是拿来打限开赛的，哦，所以会比较多道具跟支援者。这个是蜜果虫的 AR， 好吧，看来我们高版本就是那张 SAR。其实开到 SAR 算还不错，因为一盒里面应该也只有三张还四张的 SAR 而已。那这张的 SAR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特色，它的背景画的不够丰富，有点像是 SR 的。OK，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开到的东西，这个可以放旁边了。AR 有三个 ，AR 是这三个，然后其他这些高版本是它。总共九张大卡，还行啦。OK， 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然后之后我也会开台版的，再麻烦帮我多多观看。那我们就这样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